我看到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哈哈，耶！八牛八牛是八牛，是谁？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八牛八牛是八牛。先别来这里。我吓死了！先别来这里，先别来这里。有人看到鬼吗？靠！要铁电力那个任务真的很鸡掰，白痴啊！刚才都一直听得到他在唱歌。哈哈，知道怎么急啊？全地图八妞，哎，全地图八妞，喂，这个也太难转了吧？这边，八妞八妞，哦，有了，还要稍微保持一点距离，好，互相通报，互相通报，我在这里，这样，好吧，我在这边。哦，转到底了，我在这边，你在那边，过程千万不要来嘞。我等一下。你看这地图真的挺大的、欸。哦，我看到它中下、中下、中间、右边，快跑啊！啊啊啊啊！他找你，他找你右边，中右，中右。不能这么是。中右，中右。加油啊！泽平随时报位啊！不是，好可怕啊！秀刚，泽平没事了吗？泽平绕过了没？绕过了没？啊！泽平已经死了，是不是？需要救的话叫我。有人需要救吗？哎，知道怎么刷？那个女生，然后她是躲在那后面破门的那一个、啊、有人需要救吗？我可以翻板哦。要翻跟我说啊！我翻板，我翻板，差点死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谁是凶手？啊，我猜是博胜啊。应该是，应该是。我觉得，喜欢唱歌，因为我看到泽平的尸体啦。快跑！快跑啊！等我三秒，等我三秒。一二三，站着穿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我看看。先不要，他好像没有往右边，不确定哪里。米鲁，你是内鬼啊？哦，完了。有内鬼啊！八牛，谁是八牛？八牛，哎呦！啊你！人在面临生存的时候，啊！喂，好笑啊！哎，你就刚刚走过去呗。啊，你可以不用报位啦。啊，走了。内鬼，鬼。有事吗？有事吗？有事吗？没事，应该没事。喂，我解完了。解完了吗？来找我啊！我快了，我快了。哪里？你死啊！你第一个杀，你忘记你在哪里报位啊？哎、欸，啊，在右边中间、啊，大家死劫再会。哎、欸，我哎、欸欸，我好像溜掉嘞、欸。有啊有啊，他在往上走。是溜掉了还是他不追你了？找不到了哦。在我进去。哦。之前。之前真的好吃啊。我这边是对的吗？快走快走快走，我都对吧？啊！哎、欸、哦哦哦，我帮大家集合一下，吓死吓死！你是扮鬼扮鬼集合一下吧？我先投内鬼好了啦，先把命投出去好了。
喂，我就紧张嘛，我就紧张翻个板嘛，哦。翻个屁啦！你看，一二三，啊哈哈，嗯，哎呦，什么任务你们还没接？哎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偏右斜了，右上右上，哔哔哔哔，不要，离开，不要，中间中间发现是白色的那只，哔哔哔，停车停车，他往下跑，那你从下面夹他就好了。我接完，哎，还没耶，我要平衡内葵，我要抱博正的位置。我们在啊啊！他在右上，我也在右上，右上。这叫什么？魂牵梦萦。魂牵梦，我现在是打叫魂牵啊！魂牵，右上应该是往左边跑的。我这边，火箭的出口，他现在来到中下。可恶，我现在还要躲看不到的鬼。好可怕啊！我妹妹，否则我们鬼魂之力就会跟上。我解完了，我解完了。哇屁啦！哦no！内鬼该做事了。没有跟哦，没有跟哦，我没有讲哦。该解任务了。中间中间。还敢偷嘴我？中间中间。左边左边。不是下面，不是下面，那个洞里面，你们下面左边，对，杀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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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，快点，杀他你就赢了，杀他你就赢了，我应该杀吗？当然啦，当然啦，你想要找鬼鬼在哪里？就我帮忙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鼻子有点痒，不好意思，吓死好啦！过敏，好了，这是过敏啊！哎呀，哎，可恶！好了，大家不要再玩什么内鬼模式，超无聊的。可恶！我跟你讲，皮白兄妹的，两点两就不要当杀手，好不好？因为兄妹很恐怖。对啊，艾迪。哎，听他们有没有唱歌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跟大家讲一下，那个出现值的时候就往下走了，它会自己往下走。十啊，什么往下？哎，为什么八到十？我就默数啊，怕没有没有九啊，太多。我默数，好吧，我数在心里，口难开。不行不行，口难开。那你敢不敢现在说你一个你爱在心里口难开的对象？敢不敢？啊，就爱在口难开怎么说？没有啊，我有人来帮你想一下怎么说啊？人啊，就不能说啊！快快，哥，我现在正在精神干扰。哥哥在左下，哥哥在左下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快跑！快跑！为什么被看到了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不知道了，我不知道了。快出来！快出来！快快点！这里啦，是不是有人？好难开就难开了，吼吼！在右下的厕所。好。直接保卫，还是有内鬼啊？哇！因为我想要自己活下去。好，原来麦队友是 OK， 麦队友吧，不错。刚刚在岩浆，不错。就刚刚在岩浆，不错。好了，我应该是有人可以杀啦。哦哦，谁？哎呀，我看到另外一个。那得得得得，哎，啊，不能翻板，哎，为什么突然不见？鬼鬼在 meeting room， 哎，刚刚一个尸体突然不见，哎，而不是人突然不见，尸体不见，他一定是躲在你的那个，通常是躲在那个鬼的视野死角，一个转角就不见了，哇，视野真的超小，哎，我天哪！你们是不是这里？还是过，错哟！哎呦，看到人了，看到人了，靠背。有人要有我板可以翻，看来不需要了。有板可以翻哦，那你应该是在这里哦。有板会露出你的坐标哦。哎，哎，快快。
羽毛在右下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没有，我要离开了，我要离开了。他还没有走到左边的那个门那边。好好好。那个我死掉的那个地方堵爆。堵爆。好可怕哦！好可怕！我看到他，好可怕！好可怕！对，我们现在鬼是公开的。哎，内鬼啊！那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就问你刚刚说什么吗？我来了。我只称赞一下我自己不行吗？我好厉害！我就见不得人家好啊，怎么样？啊！我看到了！厉害！耶！我该呀！我该叫大家回来了。不要啊！集合了！还有两个。啊！一次过。哎，对，我好像忘记插刀，那我只是插久一点。那你可以插一分钟吗？对啊，太久了，是要多干净。你们都解完了。我解完了。我还没解完。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九，好的，好的。泽平在老地方，老地方啊，是那个熟悉的。我来，我来了。啊，我就经过看到嘛。是这里吗？你要不要说我帅？在左下角。现在都在卖队友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没人想赢，没人想赢。都没人想赢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样哦，同一个位置哦。你们这鬼魂都没哪边哪边。我们这是个人站，这不是团体站，你们懂吗？个人站。在哪边？在哪边？喂，刚才有机会逮到，可是没有逮到。太暗了。哇，个人站 ，OK。哎，我们呢？加起来会变成 Test Plan DS。好的。都在同一个地方，他们在监控室。找不到。监控室。好。盖房哦，来哟！等等，我还不知道做完了，这个喂，那就是有人没做完啊。还有谁任务没有做完啦？谁呀？找不到人了，几个任务？还有60个。哦，没关系，你慢慢做。张图只剩你跟鬼鬼，还有泽平的，在那里。泽平现在没死，下啦，平衡一下啦，躲在这里啊，下啦，鬼鬼消失了，消失鬼鬼，消失，是不是这里 ？B， 好可怕，是不是在这里？居然在侦测啊 ！B， 哎 ，B， 哎呀，好近。哔，抱歉，我根本没看。啊！我只是乱哔的，不好意思啊。哔！哇！还在乱哔呀？还敢哔？敢乱哔啊？喂！哎呦！找不到人啊！地图好大！哎呦！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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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哔啵哔，让他解完了。啵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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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啵。好，有人被抓到，有人被抓到位置。好，哔哔哔，好，有点来不及。哔哔哔，来吧。位置是谁啊？来吧，至少快跑哦。来吧。BS 谁 ？BS 要发了。哎！死了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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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关麦，好，关麦，开始骂脏话。不是我，但我到底会不会第一个死呢？敬请期待。来了，
哦，我是要死了。有一个蓝色的，好多人哦。哎，也不是羽毛哦，不是羽毛，不是羽毛。哎，为什么视野还是这么暗？哦，被关灯了啦。嗯，被关灯了。先解个。不是啊，放按错了，不是羽毛。快开灯！哎，对面的门开了，哎，是有人过去吗？你们要修灯是不是？我们现在视野好暗哦。哎，啊，好，刷卡过了，两次两次。哎 ，Pink 死了耶！等一下哦，我要去回报。算了，好像也不用欸，也不知道尸体在哪里。这个回报反而任务不能解，羽毛在这儿。里面要修电欸。我在想杀手会不会在里面守株待兔嘞？report 一下好了。哇哦！嗨！哇！哎，什么事情？哎，我刚刚是在发电，修电灯。大家为什么都不去修电灯？他都不修电灯。第一次电灯是我修的。一次而已。第一次大家都不修、啊哦。有两次是不是、都没有人去啊！我现在在开门，那个门被锁住。然后我是在修电灯，然后博森死在里面。我刚好要去修的时候，就是在右下还在卡那个门的时候，就有人通报了。右下哪个门？右下就是靠近那个看得到人在哪的那一个的那个门。人在哪？就是会关起来自动关门的那边。那刚刚泽平在哪里？现在在那个修电视，然后刚刚我在下面做一个那个 WiFi， 那个 WiFi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，我想说应该要修电灯，它可以来解。好，那 WiFi 往下拉，等它好之后再往上拉就好了。好，哦，那可以投了。OK， 然后我刚刚有看到羽毛，我觉得，我投了。大家知道吗？大家知道吗？哦，大家懂吗？完蛋了，没有游戏体验。大家会懂吗？大家懂吗？游戏体验，懂吗？面露懂吗？你们可以吗？没有就投他就对了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泽平呢？投就对了啊！哦，是投我，我以为是投羽毛哎、欸。投麋鹿吧，投麋鹿吧，麋鹿，是麋鹿。很明显抓到，哈哈哈哈！我就跟太阳玩了。麋鹿，你突然不会玩这游戏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六个人比较难玩啦。因为我跟羽毛，我知道我们两个不是坏人。对对对。然后泽平看起来那个任务是真的，就顺利喽。